车票是您乘车的唯一凭证，请妥善保管。有没有需要下车的？有吧。我们直接到终点，终点，然后再回来上班。我喜大都，原先呢它是烧香的地方在，然后我们在上面，应该上不去，这边就上不去了是吧？这边可以，这边可以，上面坐电梯的那个，到头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呀，那怎么还有猫？他们在那边。就在这边站一站，他们要下去了。Yeah.
那车还凉。那你又重新了。
他们家三口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闺女养大的。别打了，我们刚刚就说的。这个佛法成道，那么这一组表现呢，就可以看到了啊。
有佛祖的这个物告啊，这个有旁边美女的物告啊，说是怀孕啦 啊等等啊，还有美女，还有甚至更大的事，更恐怖的什么东西呢？是几个女孩来什么勾引的啊，让她呢来消磨她的意思，让她不能成道啊，不能让她成成道，所以这一次我现在就是很道的一个还有各种来各种各样都有说话啊，有歪门邪道的啊，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哎恐吓威胁对吧啊，利用什么成道了，你上面就有两个就有一个太阳，我们有时候去看那个标志，有些也是佛，有些也可能也是这个佛教的弟子，有些是后面有光环的，有些是后面没有光环，什么意思？有光环的说明他什么悟到了啊，悟到了。我们说没自觉，自觉，还有一个阿觉，有三觉啊，正觉、自觉，同时能觉察，这是人。接下来我们再现做一点分享，怎么样去成佛啊？这个教授啊，所以他有正觉啊、自觉、对觉他喜欢什么？佛有佛法的这个，是不是啊？就这个道理啊，所以讲的就是这个弟子啊，弟子讲的这个我们啊，这个佛教的啊，最大的一个作用啊，能教导我们种种困难，最终。现在的社会嘛，这么严重，这么严重，但是活着还是一个人在活着。